大家好啊，我是一日和，今天继续做手工，但是不是修古玩什么的了，是那个我哥包坏了，让我帮他修一下，没什么大毛病，但是我没有耗材，就从网上订了点儿，今天刚到，正好把他喊过来，把他包给他修了。最近发现我比较全能啊，啥都能干了。这一进屋，我哥先给我拿个包，我合计要送我呢，结果不是啊，这个让我给他修，老骨头这镀金掉了。然后这边上这也废了，磨的，这块的也不行了，这地方伤的还挺严重，还不太好弄。哎呀，封边油全磨开了，但是事儿不算太难，挺好做也。这就我大哥啊，拎俩包来修来，修包给钱不？要钱呢？白干呢？你把这茶再给我拿点吧，我还得带点东西走呢。你要钱？哎呀，遇见土匪了，没办法呀。这个角现在是最严重的，其实修这个也挺容易，就露一个角，大伙就能看懂了。先拿胶粘上到这地方，捏紧，粘手了，挺着点儿。这面也是。这个地方吧，你必须得给它弄到硬化了，要不然它这个是没有办法把封边油夹上的。现在这个粘接就完事儿了，然后拿砂纸把毛刺都打掉。其实修这种封边油，就是网上买盒油，然后五金店买点砂纸，整管502。全下来一个包就封完了，成本有5块钱也就够了，不用拿到修包店去，自己干着玩呗。哎呀，我这老大哥纯是土匪呀，这还有个包坏了。那这个简单，是拉链这个头镀上金就完事儿了。这个机器叫镀金机，然后这两个笔是刷镀笔，是石墨的，然后加这个 24K 的镀金液就可以了。现在镀金已经比以前简单多了，就是一刷镀就完事儿，不像以前还得拿药水，还得煮。这个镀金液吧，本来应该是蘸上镀，但是那样太费了，就点两滴的镀就完事儿了。然后这边用电极绑住了，这边往上刷。反应有点慢呢，它这个是不是氧化物过多？啊，刚才电流调小了，你看现在就开始上色了，啊，还是慢，电流再调大不敢调了。挺漂亮了吧？看看现在这个镀完的效果还行吧？小金条的感觉比刚才那白茬漂亮多了啊，但镀的一般，我这个镀金液有点氧化了，放时间长了，效果稍微不太理想。镀完刚才那个，再把这个镀上，这也大白茬了。方法一样，挺简单的。镀完了啊，看，大白茬都没了。这个包包现在镀金完成了，然后封边油也都涂好了，就在这儿晾一会儿吧。正好这功夫我也歇会儿，喝点茶。不是我非要歇会儿喝点茶，我这活干不下去了。我在这块儿细枝麻芽干活啊，然后我大哥这家伙跟小姑娘这唠的，哎呦我去了，太影响我了。这俩包全修好了啊，封边完事儿，该镀金的地方镀金。这个虎头这个位置镀金也完事儿了，这个挂钩补金也补完了，封边全部封好。今天功德圆满，俩包跟新的差不多了。这个拉锁大伙可能看不出来，这个拉锁是加了那个硝基硅油的，然后现在也特别流畅了，这个五金件也弄得轻轻松松的了都。